你啷么炒法嘛？放好。放那个豆豉炒法。好了，放那个豆豉炒法。好了，好香的哇！哎，哥的，这个豆豉，这个豆豉啊，这个豆豉酱，还有胡辣椒啊。这个菜有点就好了，那可以放点蒜跟辣椒啊。要不要加点？这蒜跟火腿筋哦。帅是帅。哦，真的，这蒜跟火腿筋吃不起哦。我转到火把一点。 都是十个凉菜都随便吃的是吧？就是这个莴笋丝拌菜根的嘛，炒辣椒拌的，豆腐丝拌大炒洋葱，哦，酸菜海带菜根，可以可以。海鲜海鲜。今天我们豆豉炒啊，经常吃到豆豉炒个饭。没有这种干豆豉炒啊。油豆豉啊，一般的油豆豉它要油炸也好，加点放点辣椒酱，因为它放的是胡辣椒面。嗯，好吃。